可以退货的啊，你们觉得不好要咱就可以退货，知道吗家人们啊？因为我们的那个小花园它是很脆弱的，知道吧帅哥姐们，然后特别敏感的，我们这个东西它就我们一个女人的就是一个根，它就是我们女人的一个根，知道吧？什么时候发货，明天就能发货，知道吧？明天就能发货，知道吗家人们？能拍就能发啊，能拍就能发，咱赶紧去拍吧帅哥姐们啊，我们要呵护我们的小，我们要呵护我们的小花园，而不是要那个啥，对不对帅哥姐们，而不是要让它出现问题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这个东西特别的好用，不好用的东西我根本就不会来给你们推荐，知道吧？拍了加急啊，我拍了三瓶的，好好好啊，能拍就能发，拍了三瓶更划算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三瓶啊你能用很久了，知道吧帅哥姐们？能用很久，知道吗？他猜出来是什么样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他猜出来是这样子的啊。还是你的，可以用多久？可以用多久？我跟你们讲，可以用好几个月了。说实话，真的，你们看，他这个是这样子的，说出来给你们。你打开了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拍了，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就能发货啊，今天拍明天就能发，知道吧帅哥姐们？后面的阿姨是特别辣油的，你敢干不呢？阿正那个帅姐特别辣油啊，是三瓶，对对对，79。你看你看，帅哥姐们真的没拍到的，咱赶紧去拍啊，没拍的咱就赶紧去拍啊，不要让我们的小花园出现各种氧，知道吗家们？79两瓶吗？对，79两瓶，帅哥姐们啊，不要让我们的小花园出现各种氧，因为我们的小花园是很脆弱的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刚那种也不是，然后就是造成那种负担的时候咱就那个啥，帅哥姐们赶紧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解耳音啊，帅哥姐们，这是解耳音，知道吧帅哥姐们？来赶紧去拍啊，没拍到了咱赶紧去拍，不要让它成那种负担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让我们的小花园变得不是，知道吧帅哥姐们？就是变得那个瘙痒啊什么什么样的，什么痒啊什么什么样，这样子的话就不行了，知道吧？不要让它变成那种样子，帅哥姐们，你用完这个之后啊，咱拍了这个啊，一瓶解耳音就能解决的事情，咱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帅哥姐们，保质期三年，你不用也好，用也好，保质期三年，帅哥姐们，保质期三年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保质期三年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女人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有一个阿姨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阿姨还是叔叔？里面直播间里面的人啊，直播间里面的叔叔也好，阿姨也好啊。叔叔的话，你们可以给自己的老婆买，这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你这是对自己老婆的爱，知道吗？叔帅哥姐们，包括对吧？反正有爱心的他就会买，就是他平时怎么用是吧？就是拍了怎么用，这个东西它只洗我们的小花园，这个东西它是洗我们小花园的。对，我们女人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，知道吗？买了跟老公一起啊，男的话那个啥啊，家人们赶紧去拍啊，帅哥姐们，没拍到的咱就赶紧去拍，拍了你就赚了，知道吗？咱家的那个解耳音还是得要用起来，知道吗家人们？拍了就好啊，给你舅妈干活，舅妈干嘛要打你？没事，咱先不要说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没有了，怎么没有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居然下了啊？有没有人没有拍到的？来，没抢到是吧？没抢到，
真的没抢到吗？没有拍到，那么多人没有拍到是吧？哎，有小花车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因为他应该只有，只能给我这一点了。咱还是聊天吧，来，就说爱哥姐们啊，再上点，再上点，嗯。来，叔叔爱哥姐们，帮一莫把人气上一下啊！叔叔爱哥姐们，能不能帮一莫把人气上一下？叔叔爱哥姐们，能不能行？行不行？咱们，咱们人气上一下好不好？咱们叔叔爱哥姐们，让更多的，让更多的叔叔爱哥姐们，让更多的阿姨们，让所有的我要让我叔叔爱哥姐们必须要抢到叔叔爱哥姐们。因为我必须要让我叔叔爱哥姐们都要健健康康的，知道吗？我必须要让他们都健健康康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把爱莫上上人气啊！叔叔爱哥姐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啊！感谢你们的支持。等一下，爱莫可以给你们唱歌哟，家人们。把爱莫把赞赞也点起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哪里也可以用吗？来啊，家人们！八一莫把人气上一下，打你了，没事，这都是小事情，家人们。嗯，我以后好好的去改变，好好的去努力，知道吧？男的也可以用的，其实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先不慌，咱先不慌。等一下，我跟他好好谈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把人气上一上，好不好？男女都可以用的，知道吧？还可以给你老公用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，咱也不说这根东西，因为还没有那个啥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来，咱把人气上一上，叔叔爱哥姐们能支持阿一墨的，咱就支持一下阿一墨啊！支持阿一墨的，咱就支持一下阿一墨，谢谢你们支持叔叔爱哥姐们。说实话，真的，嗯，其实我在家里面，嗯，就是，其实这样子。嗯，可能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吧，所以我就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以前我对我儿子姐的话，以前我对我儿子姐，我也挺愧疚，我也挺对不起他的。其实，我现在的话，我现在的话就是，自己也在慢慢的改变，然后就。自己也好好的努力，然后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反正挺那个啥的，其实真的。我在这边我也挺想他的，其实。其实我在这边也挺想他的，知道吧？挺想念他的，他对我也很好，知道吧？他对我也很好，你怎么不回你家？回我家的话，家里面根本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，那些我爸妈也打工了，我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做。然后我在这边的话，我舅舅还有我外公生病了，我也需要看守他，然后我也要帮他放羊，没人放羊。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知错就改，赞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真的挺那个啥的，叔叔爷们。其实去哪里了？我姐她去乐山了，我姐她去乐山了，知道吧？我姐她在乐山，咱不用着急啊。然后我相信我姐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她是一个特别就是。有福气，然后就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，我希望她好好的，我希望她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，然后，自己也要有主见，然后就是好好保护自己，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，钱不钱的都无所谓，说实话，真的，钱不钱的都无所谓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
我觉得人的身体最重要才是，人身体才是最重要。舅妈很坏，那是另一个舅妈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那是另一个舅妈，知道吧？你也出去打工啊？嗯，我也出去打工是吧？嗯，再看看吧，过段时间再看看吧。其实，嗯，这边还有很多的事情，然后，嗯，要是有合适的对象，我就去相亲了，我就去那个啥的，你们懂的。之前我也那个啥的，家人们啊，给阿姨莫帮阿姨莫把赞赞点起来，谢谢啊，蔬菜哥姐们。把阿姨们把赞赞点起来，没给阿姨们点关注的，咱也点一下赞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希望你们都，希望我们都那个啥，说出来给姐妹们。说真的，我，嗯，真的很那个啥，知道吧？我心里面也不很不舒服的，其实，其实在讲就是，以前，你们这样子说我，其实我也想好好的去改变。真的有些人说话真的太难听了，知道吧？没事没事，在这边挺好的，我还有一个舅妈对我很好的呢，她在这边，她在我旁边。嗯，有些舅，两个舅妈，一个舅妈是那个啥大的，那欺负我的那个是小舅妈，大的舅妈她就对我很好。阿姨莫，你走。阿姨莫，你走出来上班吗？我走出来上班吗？嗯，现在暂时不可以，因为现在舅舅他们这边要种土豆了，还有种玉米了，也没人种土豆。然后我外公也说，嗯，要是不出去的话就帮忙一下，不出去的话就帮忙一下。然后我也挺看着，嗯，外公也挺那个啥的，挺孤独的，知道吗？他挺孤独的，他自己，我之前跟你们说过了呀，他自己住一个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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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一个房子，很小很小的一个房子，知道吧？然后那个房子呢，嗯，只能有一个人住，没人住，很旧很旧，那个房子很旧，知道吧？然后就是看着外公这么的孤独，我也舍不得那个啥。因为奶奶的话，奶奶在二叔家，二叔又是他儿子，他儿子又不会对他有什么。但是爷爷就不一样了，爷爷的话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虽然他有儿子，但是他不想跟他儿子住，因为他那个啥，心里面也有苦。因为自从奶奶去世之后，我们家今年不种，没有种，知道吧？我们家今年没有种，家里面没有人。把阿姨们把赞点上去好不好啊，家人们，叔叔阿姨姐们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把阿姨莫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然后没给阿姨莫点粉丝灯牌的，咱也点一下。把阿姨莫的人气上一上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把阿姨莫的人气上一上行不能？能不能行，家人们？能不能行？咱就说。后面妈妈爸爸不是，那是一个爷爷，然后坐着的那个女的是一个奶奶。你的眼睛像外国人，真的吗？没有吧？真的假的，家人们？因为阿姨莫戴了美瞳，知道吧？所以才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你家这边的没有水稻田？没有，这边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。没有，这边没有的，我们没有那种稻田。我们只有那个，为什么要追你？上个才艺吧。来，八一莫，把人气上一上，我给你们唱一首啊，蔬菜哥哥，给你们唱一首你们最喜欢听的，好不好？阿莫，你们最喜欢听的好不好啊？阿莫给你们唱你们最喜欢听的好不好？
这个叫啥子？来，我给你们唱一首啊，叔叔给你们唱一首你们最喜欢的歌。艾莫给你们唱歌，你们要把艾莫的人气上一上哦，叔叔哥哥们，把艾莫把人气上一上，没给艾莫点关注的关注一下我。白沫把人气上一下，怎么人越来越少了？不再是等待，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，遇上你是我的缘，守望你是我的歌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，上不去了。我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，等一下啊，叔再给你们缓一下，我好好跟你们唱，我好好跟你们唱啊。考试下的情歌，试着弯弯的河，我的心在那河水。没有蓝天下的相思，是这弯弯的路，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，一切的等待不再是等待，我的一生就选亲爱的亲爱的，上不去啊。我爱你就像山里的雪，莲花，上不去啊，我嗓子都变了，嗓子都变了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么好了，不为难你了，等我把嗓子养好了，阿姨我就给你们好好唱啊！我嗓子有点那种不舒服，今天啊，不然你们也听过我唱歌的呀，对吧？不然你们听过我们唱歌的呀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来，刚才哦，后面是你什么人？都是亲戚啊，都是亲戚，来，家人们。想不想要刚才那个东西？没拍到的就在公屏上扣一，好不好？没拍到的在公屏上扣一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行不行？能不能行，家人们？家人们有没有没拍到的？没拍到的是吧？我再跟他说说。看看能不能上啊，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，行不行啊，家人们，我不跟你讲，没拍到，来，没拍到了扣一，没拍到了扣一，要不你给我叔叔阿哥姐们再上一点吧，不然，你看我那么多的叔叔阿哥姐们都没拍到，你看看看在那个我经常买你们家的这个
只要赢的份上，你就多给我叔叔阿哥姐妹一点好不好？我跟他说了，叔叔阿哥姐妹，我跟他说了，还有没有跟他说了啊？不知道能不能行，家人们。他说可以呢，家人们，他说可以，他说真的可，他说可以，他说上车上车。上车上车，来啊，叔叔爱哥姐们，上了，上了上了。没拍到的啊，赶紧去拍，又来了，叔叔哥姐们，我一会儿他又那个啥了，叔叔哥姐们，来，来，叔叔哥姐们啊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来，没拍到了，赶紧去拍啊，叔叔哥姐们，脚印，男的也可以用，女的也可以用，什么都能用啊，叔叔哥姐们，24小时内都可以发货，知道吧，叔叔哥姐们，很早之前闺蜜就推荐给我用，对，这个东西是特别好用的，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每个人都用，知道吧，家人们。来啊，赶紧去赶紧去啊，你们的身边的人，你们身边的人没拍到的咱就分享一波直播间，赶紧去拍，让他们也拍拍阿依莫的这个好不好，家人们。我跟你们讲，叔叔爱哥姐们，99商品吗？对，99商品，知道吧，79两瓶，男的也可以用，女的都可以用，知道吗？什么都可以用，这是老品牌的，这个牌子洁尔茵，这个东西它是老品牌的，知道吧？这是什么？洁尔茵，洁尔茵洗我们小花园的，洗我们小花园的，知道吧？专门洗我们的小花园的。我跟你们讲，私密处的那个洗呀，千万不能乱用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千万不能乱用，但是也不能不用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。也不能不用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东西也不能不用，知道吗？叔叔哥姐们，我们就是说，啊，我们就是说，叔叔哥姐们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我头疼，真的，我说的已经头疼了，叔叔哥姐们说的那么清楚了，难道你们还不懂吗？啊，叔叔哥姐们。79两瓶呀，你老公你或者你抽烟，你老公也抽烟，你一包烟你就30，你两包烟就是60啊，你还不如买个对自己有好处的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还不如买一个给自己有好处呢，也不能不用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拥有外出游玩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？小花园啊，被搞得叔叔哥姐们又热又闷，对不对？叔叔哥姐们，还有味儿，根本就不敢动，知道吧？叔叔哥姐们，还有味儿啊，洗洗更健康，那必须的，那必须的呀，是不是？咱就是说，咱姨妈期啊，叔叔哥姐们，咱姨妈期上班了，出去游玩啊，又闷又热。对，天气那么热的天，然后一天不洗都难受，对对对，所以说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拍，家人们啊，赶紧去拍啊，支持你是吧，支持我就好，叔叔哥姐们，烦躁的很，真的真的，这种要是出现了，像就是小花园瘙痒，对不对，叔叔哥姐们，瘙痒，然后大姨就是咱们家的大姨妈上班了，对吧，叔叔哥姐们，咱家的大姨妈上班了，对不对？你出去游玩又闷又热的又臭，那必须得用咱家的，这个还能了长久留香，知道吧？后面几个老男人支持谁，后面这个是我爷爷，后面这个是我一个爷爷，然后这个是他老婆，这是他老婆，然后这边是我舅妈，知道吗？他们又闷又热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，叔叔哥姐们？咱就说真的，对自己的，你买包烟你都60几、80几、100几，你还不如买这个对自己有好处的，男的可以用，女人也可以用啊，对不对？男的也可以用，女的也可以用啊，是不是？这东西老划算了，99三瓶，
七十九两瓶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七十九两瓶，嗯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用了，你们是演员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拍了三瓶，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就能发货，明天就能发货，能拍就能发啊，能拍咱就能发，知道吧？太香了，太香了，那必须的嘛，对不对？保质期三年啊，家人们，咱就说啊，保质期又那么的长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也是把大家当做是自己家人，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对啊，是不是，叔叔哥姐们，干爸干干爹干妈，所以我才分享给你们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，我来才来分享的，知道吧？咱就说除了运动出汗啊，就是咱家姨妈也，就是咱们家的姨妈也黏黏糊糊的，对不对？拍了什么时候能发？明天就能发。后面是谁？后面是我一个爷爷，后面是我一个爷爷，还有我舅妈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奶奶，一个奶奶。我也是把你们当自己家人，自己家嘛，知道吗，家们？所以阿一莫才来这里啊，给叔叔阿哥姐们推荐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咱这边好便宜，对呀，很划算的，是这样子的，还很方便，直接按它就出来了，不用那种这样子，这样子搞，知道吧？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子弄，不是那种可以挤的那种，不是挤的那种，它还特别的方便，而且还很方便，知道吧，叔叔哥姐们，还很方便。最重要的是啊，来啊，赶紧去跑啊，赶紧去跑，杰尔一号叔叔哥姐们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啊，跟重要的是在重要场合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？要是咱们家啊，要是咱们啊，叔叔哥姐们，要是咱们遇上啊，要是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了啊，身上总有一股味儿，怎么能行呢，对不对？姨妈期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可以用，可以用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用，每天用一次都可以，每天都用，每天都用，我都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我都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身上总有一股不散的味儿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又热，哎呀，遭不住，遭不住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就尴尬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咱就要继承用这个东西，咱们家的小花园才更干净。咱们的小花园才能够更干净，更那个啥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天天用这个，咱们的小花园才能变得更健康啊！因为我们的小花园它是很脆弱的，知道吧？它是一个很脆弱的。哪天你，其实你可以，就是说你不用这个东西，但是你哪天你那个啥了，对不对？你又要去医院里面看这看那的。明明可以用一瓶啊，明明咱可只可以用这一瓶来解决的，但是你偏不用，你偏不用，那肯定会，那肯定会就是生病啊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咱家的那个花园肯定会有出问题呀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也不能乱洗，但是也不能不洗。知道吗？知道吧，家人们。来拍了的扣一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拍了的扣一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拍了的就扣一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亲爱的家人们，能不能行？能不能行，家人们啊？这个东西啊，是我一直在用的，知道吧，叔叔哥姐们？这个东西是我一直在用的一款洁尔婴的。玻尿酸益生菌香氛护理液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，叔叔哥姐们？来，有没有听过这个洁尔婴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洁尔婴的？来，就在公屏上扣一，叔叔哥姐们，听过这个洁尔，听过这个洁尔婴的，简直就公屏上扣一，好不好，叔叔哥姐们？非常的适合养护我们的小花园，知道吧？
非常的适合养护我们的小花园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？能够深层亲情，做到长效，然后抗菌的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？你怎么用的？你怎么的用这个？因为啊，我也是个成年人了，家人们，我也是个成年人了。啊，姨妈巾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可以用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用，男的女的都可以用，知道吧？这个日常私护用品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啊，叔叔哥姐们，叔叔哥姐们赶紧吧啊，在外面，在外面都是99一瓶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79两瓶，79整整两瓶，你能用好久了，说真的，你能用好久了。99三瓶，在外面79，你能买得到两瓶吗？啊，在外面你能买得到两瓶吗？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洁尔因使用人群广泛，知道吗？学生族啊，宝妈、上班族，甚至50-60岁的人群啊都可以用，知道吧？超过13岁，上男女都可以用，知道吧？大家赶紧去拍吧，真的24小时都会发货，真的特别好用，特别好用，知道吗？不好用的东西，阿姨莫根本就不会给你们推荐。在这里叽里呱啦说那么多，我也是想让自己的叔叔阿哥姐们变得健康，不想让叔叔阿哥姐们得病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我只想让你们健健康康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？私护洗浴啊，千万不能乱用，但是也不能不用，知道吗？咱就是说姨妈去上班，外面出游玩，小花园黏腻又闷又热，还有味儿啊，还有味儿，不敢动的啊，烦躁的很，真的。你们要是这样子的话也特别的干燥，因为你们要去大场合的话，要是又热又闷，然后你味道就有，你小花园味道就上来了，别人就嫌弃你了，别人就嫌弃你了，没人跟你站在一起了，没人，也没人跟你吃饭了，知道吧？男的也可以用吗？对呀，男的也可以用啊，女的也可以用啊，男女都通用，知道吧？男女都通用，知道吧？男女通用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放放心心的去拍吧啊，放放心心的去拍。阿姨莫啊，正儿八经说，真的，阿姨莫是正儿八经给你们推荐这个东西的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真的，来。我跟你们讲，萍姐，你们用沐浴露是对你的小花房，沐浴露啊是对咱们的这个小花园是不健康的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？啊，对不对，叔叔哥姐们啊？来这个东西啊，叔叔哥姐们，来，阿姨莫，就摆在这里，来，赶紧去喷啊！99.9，99.9三瓶。79三瓶，79两瓶啊！赶紧去拍叔叔哥姐们啊！叔叔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讲，清洁用啊！你们用沐浴露洗的话，多为碱性，知道吧？叔叔哥姐们，不符合我们女性的，不符合我们女性私密的环境，知道吗？叔叔哥姐们，那个沐浴露是不能用的，不符合我们女性的清洁环境的，知道吧，叔叔哥姐们？而且我们的小花园是非常的脆弱，知道吗？尤其是咱们女人，尤其是我们女人，尤其是你们有孩子的，有孩子的，生过孩子的啊，尤其是你们生过孩子的当妈妈的，真的才能有感同身受的这个东西。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可以用的，其实我们都已经成年人就可以用了，知道吗，叔叔哥姐们？啊，叔叔哥姐们，真的不推荐大家用沐浴露清洗你的小花园，真的，我不推荐你们用那个沐浴露清洁你们的小花园，真的，错，大错特错，不能用，不能用，叔叔哥姐们，赶紧不停止啊！你拍了阿姨莫这里的这个洁尔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去用沐浴露了。根本就用不了沐浴露，不要，我真的不推荐你们去
这个沐浴露，用沐浴露洗那个咱们家的这个小花园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哥姐们，真的，我不想让你们用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哥姐们，因为啊，碱性清洁用品只会让你的，只会让你越洗越痒，越洗越干，越洗越烦。越洗越干，越洗越脏，知道吗？摔个姐妹，那个东西知道吗？摔个姐妹，所以说没拍到的赶紧去拍，摔个姐妹啊，赶紧去拍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摔个姐妹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我们用平时洗脸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摔个姐妹，平时洗脸的时候啊，摔个姐妹，早晚洗脸都要洗面奶去清洁我们的脸部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脸部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啊。但是呢，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平时不是用那个晚上也用洗面奶，白天也用洗面奶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哥姐们？但是啊，因为我跟你们讲，你要知道，用清水是带走不了你分泌的一个油脂的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带走不了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清水它是带走不了的。因为有些人他用清水洗咱们的小花园，但是你用手洗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手也是有细菌的，哦，你那个清水他又洗不了什么，对不对？他又洗不了什么，所以说呀，咱们就要用这个呀，对不对？咱们必须要他要用他。该用的东西知道吧，知不知道家人们？也不能乱洗，但是也不能不洗，也不能乱洗，也不能不洗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？也不能乱洗，也不能不洗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能乱洗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？咱千万不要乱洗，不要用清水洗，不要用清水洗，不要用沐浴露洗啊，不要用沐浴露洗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拍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闹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闹，赶紧去拍，叔叔阿哥姐们。赶紧去拍家们，好不好？来啊，还有没有没抢到的？没抢到，赶紧去抢！我数到十，我就下车了。我数到十啊，家人们，我数到十，阿姨们就下车了。来，十，赶紧去拍没拍到的，十，九，八，没拍到的，赶紧去拍哟。七，六。赶紧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下车喽，家人们，下车喽，一，下车，下车，没有了，下车了，下车了。没拍到了，你们赶紧去拍吧。没有了，现在不知道你们还用不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没有了，哎。
哎，家人们，把你们把赞点上去好不好？没加粉丝豆瓣的，咱把你们加一下粉丝豆瓣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咱把你们加一下粉丝豆瓣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加一下粉丝团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咱加一下粉丝团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没给俺们点关注的，咱也关注一下吧。后面的人是谁？后面的人是我一个爷爷，还有一个奶奶，还有一个我舅妈，是你一个舅妈。是我舅妈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来，帮艾莫把赞点起来啊、哦，叔叔哥姐们，帮艾莫把赞点起来，没给艾莫点关注的，关注一下。没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帅哥姐们。哎，哦，我不小心蹭到了吧？应该是怎么连到你了？怎么连到我了？咋了？不叫姐夫了？哦，没有，你最近还好吧？你看这骂的劈头盖脸一顿。